好大的口气啊。可惜啊，你们还没有打败我的实力呢。看来我们是拿你没有办法了呀。识相就乖乖跪下认错，爷心情好，也许能放你们一马。唉，那好吧。兵不厌诈呀。公主，就不管玄鸟了。玄鸟不会有生命之忧，营救玄鸟，我们要做好换取之策。不是小朋友啊，我在这休息呢，你要没事儿，上那边溜达去呗。这儿天气好。主雕善于符咒和幻术，相传呢是异界使者，能与灵魂沟通。我说你个小朋友啊，没事跑这儿来跟我逗闷子啊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。你说我啊，我救了你朋友，你不感激，你反倒恩将仇报。错了错了，这次啊算我送你了，拿着。滚，谢大师。那我走了。你终于出现了。青鸾救驾来迟，望龙主降罪。只要龙主一声令下，铲除叶书娇等余党，易如反掌。不着急，我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是，谨遵龙主令。龙王令找到了吗？属下愚钝，还没有。但属下自作主张收购了顶天集团，作为龙主在继承的一个落脚点。好，起风了，就该变天了。楚尘，你来这干嘛呀？我以为是个人呢，原来是条狗啊！站住！你没有听见我在跟你说话吗？你来这做什么呀？要你管！一个策划犯的来这能干嘛呀？肯定找工作啊！哎，用不用帮帮忙？你打扫个厕所行吧。这位是我的未婚夫冯云飞，英国留学归来的，也是未来冯家集团的接班人。哦，原来是只海龟啊！希望您不要是一只绿毛龟啊，太接地气。这里可是顶天集团，还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冯总，您来了。您平时怎么回事啊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出去。我是来应聘工作的。哼，看我说的没错吧，他果然来找工作了，给他安排一个打扫厕所的活让他干去。听见冯总说什么？听见。新董事长马上就到，赶快把他弄走。知道了。走，看什么看？冯总，冯总，请。信不信今天是你在继承的最后一天。您是市长啊还是省长啊？哟，
不信没关系，你会后悔的。这是我们的号。哎，沈总，我是小普。新任董事长到了，有看到吗？啊，没看见呀。新任董事长，董事长信息我问了，你确定你什么人都没见到？没见呀，刚刚有一个过来应聘的，然后保安给带走了。赶紧给我把厕所舔干净吧。喂，董事长，我是程丽雪，请您到了吗？还敢打电话？到了，您在哪？你在这儿故意拖延时间是不是？厕所。厕所，对不起，大儿。啊，刚到了，有你。要不要一起呀、啊？这还有个女厕所没打扫呢。你是谁？我劝你了，现在道歉还来得及。道歉不可能，快点把地给我舔干净，否则我让你尝尝我棍子的味道。住手！谁？虎哥，程总。楚董。是的。刚才电话里的人是你。我让你的董事长过来休息，谁让你的董事长过来扫厕所呢？我罚你把集团所有的厕所都打扫干净。哦，哎，给过你机会，都中用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得用舌头。嗯。哦。你一起。都怪你，自己舔去吧。楚董，实在抱歉，没想到公司的保安竟然给占了。小惩大戒，公司呢，怎么可以有这种仗势欺人的人呢？是楚董，啊，冯氏集团上冯云飞前来拜会，想要跟您争取一下公司的开发专项项目。你认识这个冯云飞啊？嗯，他叔叔冯刚在公司任部门主管，所以。公司和冯家有商业合作，把冯家和公司所有资料整理好交给我。好，那个冯云飞呢？邀请。明白，主任。来吧。今天我去，怎么了，父亲？怎么了？还有脸回来？你干什么？得罪了顶天集团？没有啊，还没有。你叔叔刚才打过电话，顶天集团已经终止了与咱们家所有的业务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你要气死我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吧？飞飞，逆子，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。飞飞，你说什么？冯家少爷得罪了顶天集团？是的，顶天集团已经终止了和冯家的所有合作。你和冯云飞一起去的顶天集团？嗯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奶奶。好，我们穆家有机会。千然，你去天业集团找一趟王总，他答应过我，帮咱们穆家拿下滨海度假村的单子。无论你用什么手段，必须拿下度假村。一点就可以了，峰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继承第一美人啊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谢谢王总夸奖。
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想请您帮我们引荐一下顶天集团。啊，顶天集团董事长啊，跟我非常熟悉，只是您穆家……这个您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们会拿出至少一成的利润分给您。哎，这个好说，来，咱们先喝一杯。谢谢王总。行。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千然。